我只是提个建议啊，行不行？你们自己做决定，不是没办法了吗？华月，你觉得呢？ 妈，嘘。哎，妈，小新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哦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刚收拾完东西。你早点回家啊，妈妈今天在公司有点事儿，晚上就不回去了。哦，你不回来了吗？对，把门窗都关好了。别把那些小流氓都招回家啊。行，妈，哎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车来了。哎哎哎，好，妈再见啊。 阿姨，我也走了。哎，喝杯奶再走啊。哎呀，怎么都风风火火的呢？你也这么早啊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嗯。有什么阴谋啊？说吧。光天化日有谋，有谋也是阳谋啊。有话快说吧。 我今天晚上约了杜小新吃饭，你也来。我才不当电灯泡呢！我当电灯泡，我为你们两个人牵线搭桥，化力气为祥和。陈宇啊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为什么非要把我们俩扯到一起呢？你看，多个朋友呢，总比多个敌人要好，对不对？陈景芳的事儿呢，在我这儿真的过去了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做啊。嗯。小人，小人了吧？那我纯粹是认为，你跟他之间，应该是朋友。我陈宇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属唐僧的呀，天天叨叨这个。是，我就是唐僧，想苍蝇一样嗡嗡嗡一直说到你答应为止，你去不去啊？我不去。不，我跟你说啊，因为就是。我知道你让我走，我上班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不知道。好好好好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今天晚上去吃饭好吗？你说的。嗯，你答应的。嗯。酷，下午六点新一街那家川菜馆。
雨果，小心，小心被绑架了。东西都拿走了。在公司，我给他打的电话，他说他在路上。我想就是那时候出的事儿。不能再耽误了，得报警。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，绝对不能报警。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处理不了的。那样，他们会害了他的。 他们做得到的，不能报。为什么？不能报。你知道是谁干的？不能报。喂，你们不要伤害小新，我给你们钱，我给。我要跟我女儿说话。 小新，小心，千万不要报警！赶紧准备好钱。那我怎么给你钱？是银行转账还是？少骗我！银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我手里的钱有命花吗？我要现金。给现金，给现金，我们给现金，给现金。但是你要保证，不能伤害我孩子，千万不能伤害我孩子。你要想保住他的命，就老老实实跟我交易。我保证你女儿好好的。我们也是求财不求气。 可你要是敢报警耍花样，我就让他死得很难看。我们不报警，不报警。你抽好钱，我会告诉你怎么交易。等消息吧。喂喂喂！哎，警方！警方！警方！你真要自己处理吗？ 出事了！疼吗？这回你可别心疼了啊，要不然不像他们会怀疑的。我觉得时间差不多，咱们去看看去。走。 没了我，让你受苦了。现在先别说这些了。待会儿拿到钱之后，你先跟着你爸你妈回去。我会把钱给你打到信用卡里面。之后我也回家里面躲一躲。等过了这段时间，风头过了，我再回来找你。 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可能是最近有点上火，没事。对不起，让你跟着我受苦了。小心，我爱你。
要不然算了吧，我们直接跟你妈说得了。来来来，快来！快来！快快快！来人了！有警察吗？没有，就他们两个人。把头套戴上，把头套戴上。 你干嘛呀？刀给我，手没个轻重的。是不是就这儿啊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警方，等一下，先别进去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疯了？你要害死小新呀？ 就我们两个是没办法解决这种事情的。你不仅要害死小新，你还要害死我呀！你现在该告诉我了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真的什么都能阻得出来的。如果真是劫匪的话，那只有警察才能救小新呀。小新，他们应该在里面，但情况还不清楚。两组人员，全面布控。是。 小赵，一旦发现绑匪嫌疑机动，有危害人质生命安全的举动，要立刻开枪，尽量保护人质安全。是。你们两个先进去，想办法和绑匪谈判，稳住他们的情绪，尽量把他们的视线吸引到另外的一侧。我们的队员前赴金融，我女儿会不会有危险？小新一定会没事的，我发誓。放心吧，我们会竭尽全力保护人质安全。 要把我女儿放了呀！钱我都给你，如果你们嫌少的话，我可以再想办法。你们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，好吗？有警察！快跑！不要！不用！谁让你们过来的？谁让你们过来的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谁让你报警的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陆桐啊，
这个是这个月的账目，你做一下。怎么又是我呀？经理，你这个得找个会计。能者多劳嘛，啊，你就兼一下。下个月等挣钱了，我一定请。那我事先声明啊，做账可以，但是我今天晚上绝对不加班。谈恋爱了？没有。还没有啊。 小姐，请问您现在可以点单了吗？嗯，行，如果有需要，随时叫我们。谢谢。
我怎么会在医院？你现在就在医院。怎么？你想不起来了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好，就不想了。妈，我是不是又流鼻血了？是是是，是流鼻血了。别动，别动，你的脖子上有个小伤口。 别动啊！脖子怎么会受伤呢？别怕，不要紧，很快就会好的，不要紧。怎么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？那就不想了，都过去了。是你不小心撞到穿衣镜，划破了，流了很多血，但是不要紧。 我怎么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。闭上眼睛，休息一会儿吧。爸。妈，你们不会离婚的，对吗？小童啊，哟，妈，你还没睡呢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今天加班。哎，门没反锁吧？啊，没有。陈宇还没回来呢。他还没回来啊？这样，妈，你先睡吧，好吧？小童啊，给陈宇打个电话，问他是不是加班不回来了。哎，好。他还不回来了。赶紧把门反锁上啊！我知道了，妈，你先睡吧。哎，你睡吧。这个可能是大脑应激反应所造成的暂时性失忆，你们放心好了，这个是可以自行恢复的。多久能恢复记忆？这个不好说，
有人一年也恢复不了，有人几天就恢复了，这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吧。肖主任，有个事我咨询你一下啊。你说。你看像我女儿这种情况，我们是尽量不要提起到让她伤心的人和事，还是尽量提起以帮助她恢复记忆呢？如果是以帮助她提高记忆为目的的话呢，当然是多刺激她的记忆为好了。啊，那要是很痛苦的记忆呢？这个我不是心理医生啊，真的很难回答你们。说个题外话吧，人有时候选择性失忆也挺好的。爸妈，我能出院了吗？我们正在跟医生咨询呢，你不躺着乱跑什么呀？哎呀，不想躺了，躺多了头疼，回家吧。好好好，回家。肖主任，哎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慢走慢走，好好养病吧。啊，谢谢医生。我们走吧。哎，啊，好好养病。啊，慢走慢走啊。锁修好了。你怎么在里面啊？那什么，姨说陈宇哥这锁坏了，说让我帮他修修，我可什么东西都没动啊。我又没说你动，你紧张什么？哎，我妈呢？哦，她呀，买菜去了吧。哦，行，那我上班去了啊。哎。哎呀，我的陆彤小姐啊，昨天的约会很成功吧？什么约会啊？啊，不成功啊。哦，难怪了，今天是赔礼道歉来了。啊，难怪啊，那个帅哥抱着那么多花在等你呢。什么呀，经理又拿我开玩笑。谁拿你开玩笑了？行了，我今天啊再放你半天假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啊！人家等你半天了，走。哎，啊，啊，快快快，哎，去去去去去！我跟你说啊，谈不成别回来了啊。快回房间躺着来。你躺下。妈，晚上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我随便。哎，对了，我这个星期五有演出，你们来看吗？怎么，你还记得你们星期五演出啊？当然记得了。我们乐团每个月十五号都有演出啊！再说了，这个月十五号正好是星期五。对对对，是有演出。看我这记性，这次啊，妈妈一定去。哎呀，你每次都说来，可是你哪次来过？是吧，爸？小希啊，别玩电脑了，休息休息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就流了点鼻血，你们两个快点去忙吧啊。那咱们做饭去吧。怎么了，小新？啊，他是谁啊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他是谁？赶快拿走！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想不起来就不想了啊！来，妈帮你啊。好点了吧？好些了吧？啊？想不起来就不想了啊！不想了，不想了。
先生你好，菜谱给您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再叫你，谢谢。好的。小童，点菜，找最贵的点，别怕，点。刚子哥，你这段时间就一直泡在股市里啊？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前几天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我遇到一贵人。贵人？我好几年前的朋友，那人家现在牛。人家现在小轿车开着，大别墅住着，哎呦，人家呢，真羡慕。那你现在挣多少钱了？一个星期，净赚25000块。那都赶上你跑一年的车了。那还用说？看，有点意思吧？啊，小童。现在坐你对面不给你丢人吧？我什么时候说你丢人了？你是没说过，那咱不得有点长进不是？那这炒股是个长久的事儿吗？那是长久啊，赚钱就是长久的事儿。我跟你讲，我赚了钱以后，你跟丽姨什么都不用干，我养着你们。以前呢说这话心里真有点虚，哎呀，现在啊那心里踏实。哎，小童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带你去街上挑几件时髦的衣服，啊，点，随便点，挑贵的点，那个叫什么什么窝来着？就咱就是那个。刘先生，快跑，快跑！是小溪。在这儿呢，妈妈来了，别怕别怕，你是做梦了做梦了，别怕啊，别怕别怕，没事了没事了，都过去了啊，过去了，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，别怕，你是做噩梦了。刚子，你不是要陪那些朋友吗？回去吧。反正我有点时间，我就陪丽聊聊天。那些朋友怎么办呀？晚点再陪他们呗。咋了？我好像忘带钥匙。哎呀，轻点儿。没事。轻一点儿。呀，赵警官，好久不见了。就我一个小童在这住这么久，麻烦您。我这两天正找房子呢，过两天他们就搬走了。陈宇，他这是咋的了？还不理人呢？爷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那股票再过两天，过了星期六、星期天，星期一一开盘，那我买那三只股票可就翻2倍。我买的时候是跟我们朋友凑份子买的，这一下我就能赚好几千块钱，我再拿着好几千做本钱，那我就不得了啊！这好几千的买，亏了怎么办啊？不能，爷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股票就得胆大，撑死胆大，饿死胆小的。哎，妈，嗯，咱家还有没有苹果啊？有有有。在厨房的筐里多洗几个啊！爷，我现在给你找房子呢。我昨天看了一个3居室的，租金不贵，才一个月5000多块钱啊！那人家楼下菜场、大超市比这儿方便多了。刚子，我们住在这儿挺好的，你就别操心了啊！那不行啊，咱不能老麻烦赵警官呢。是有点麻烦，不过我们不会老住在这儿，等过了这阵儿再说啊。啊，妈，嗯，哎，刚子，来。吃个大的啊！哎，好吃。妈，我给陈宇拿一个进去。哎，来。嗯，哎。阿姨，你吃，姨。
咱们上次去旅游啊，也是5、6年前的事儿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小薰高考那年嘛。把上次没玩够的，这次咱玩个够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跟陈宇道个别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跟他打招呼了，他现在工作忙，离不开，啊，没关系的，走，走走走，走。妈，我就是感觉我好像有什么事儿，还是忘记了。忘了就忘了，不想了，旅游去啊。嗯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爸爸，你好像犯规了吧？哦，是是是，我的手机都关机了。是薛克刘主任的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能走了吗？啊，现在还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我得跟你妈妈去趟医院。我们都是多年的老同事了，有些事我就实话实说了。你就直说吧。你就说吧。从他的血样报告上来看呢，他得的应该是白血病。几个东西，先回去好吗？好，来，来来，我去办公室取个东西，你先回去好吗？那我等你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别让小心等的时间太长了。在不在家吃饭？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吃饭你也不去，打电话你也不接，跟你说话你也爱答不理的，我得罪你了是不是？哎，陈宇，陈宇。